去一家里，不会的，他很轻巧的。好，你要给农村爸爸一个拥抱。特别不是自己创作的，是由自己的家书，由苏丽妹、苏总还有小林老师他们的监制，变成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。你一只一家，你一只一家，就是我第一次可以戴着墨镜拍，因为以前我是情歌王子，不能戴墨镜，所以这次非常的兴奋。第一封写完之后，我隔了没多久就把它删掉了，因为第一封的家书是这样写的：廷翰啊，你要做一些对这个社会有利益的事情，要帮助大家，要有什么什么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哎呀，为什么爸爸总是要这么的教条？后来国父的遗嘱之类的，国父遗嘱。我觉得如果可以用一个鼓励的性质，而且看到孩子的优点，所以我也觉得说，爸爸妈妈如果都可以去看到孩子的优点，不一定要一直说教。我觉得说教有时候小孩子会觉得压力很大。人多少人能有机会跟自己的爸爸一起工作，然后一起用一个影像这样保留下来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开心的经验。我就是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啊，对他来说可能挑战比较大。爸爸他过去的风格会比较抒情一点，然后搭配影像呈现出来的东西就会，其实这首歌蛮魔性的，对不对？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很魔性，然后很洗脑，然后其实跟我们过去听到的歌曲其实不太一样，所以其实对我来说，对我自己来说也是蛮有挑战性的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44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